尊敬的各位同事，各位朋友，很高兴在这美好时节同大家齐聚西安，畅叙友谊，共话合作。借此机会，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再次对各位朋友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和地区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机遇和挑战都前所未有。在这个关键历史时刻，我们召开中国中亚峰会，顺应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体现世代友好的人民期盼，必将对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并具有世界意义。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以西安峰会为契机，总结历史经验，擘画合作蓝图，展现凝聚力、行动力、创造力，共同推动中国中亚关系行稳致远。下面根据议程，我首先代表中方做会议正式发言。尊敬的各位同事、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欢迎大家来西安出席中国中亚峰会，共商中国同中亚五国合作大计。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古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2100多年前，中国汉代使者张骞自长安出发，出使西域，打开了中国同中亚友好交往的大门。千百年来，中国同中亚各族人民一道推动了丝绸之路的兴起和繁荣，为世界文明交流、交融、丰富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国唐代诗人李白曾有过“长安赋携手，再顾重千金”的诗句。今天我们在西安相聚，续写千年友情，开辟崭新未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3年，我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中亚，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十年来，中国同中亚国家携手推动丝绸之路全面复兴，勤力打造面向未来的深度合作，将双方关系带入一个崭新时代。横跨天山的中基乌公路，征服帕米尔高原的中塔公路，
穿越茫茫大漠的中哈原油管道，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就是当代的思路。日夜兼程的中欧班列，不绝于途的货运汽车，往来不歇的空中航班，就是当代的驼队。寻觅商机的企业家，抗击新冠疫情的医护人员，传递友谊之声的文化工作者，上下求索的留学生，就是当代的友好使者。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广泛的现实需求，坚实的民意基础，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各位同事，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亚是亚欧大陆的中心，处在连通东西、贯穿南北的十字路口。世界需要一个稳定的中亚，中亚国家主权、安全、独立、领土完整必须得到维护，中亚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必须得到尊重，中亚地区致力于和平、和睦、安宁的努力必须得到支持。世界需要一个繁荣的中亚，一个充满活力、蒸蒸日上的中亚，将实现地区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将为世界经济复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世界需要一个和谐的中亚，兄弟情谊胜过一切财富，民族冲突、宗教纷争、文化隔阂不是中亚的主调，团结、包容、和睦才是中亚人民的追求。任何人都无权在中亚制造不和、对立，更不应该从中谋取政治私利。世界需要一个连通的中亚，中亚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有基础、有条件、有能力成为亚欧大陆重要的互联互通枢纽，为世界商品交换、文明交流、科技发展做出中亚贡献。各位同事，去年我们举行庆祝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30周年视频峰会时，共同宣布建设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这是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着眼于各国人民根本利益和光明未来做出的历史性选择。建设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要做到四个坚持：一是坚持守望相助，
我们要深化战略互信，在设计主权、独立、民族尊严、长远发展等核心利益问题上，始终给予彼此明确、有力支持，携手建设一个守望相助、团结互信的共同体。二是坚持共同发展，我们要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方面走在前列，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充分释放经贸、产能、能源、交通等传统合作潜力，打造金融、农业、减贫、绿色低碳、医疗卫生、数字创新等新增长点，携手建立一个合作共赢、相互成就的共同体。三是坚持普遍安全，我们要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策动颜色革命，保持对三股势力零容忍，着力破解地区安全困境，携手建设一个远离冲突、永慕和平的共同体。四是坚持世代友好，我们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更续传统友谊，密切人员往来，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深化文明互鉴，增进相互理解，筑牢中国同中亚国家人民世代友好的基石，携手建设一个相知相亲、同心同德的共同体。各位同事，这次峰会为中国同中亚合作搭建了新平台，开辟了新前景。中国愿以举办这次峰会为契机，同各方密切配合，将中国中亚合作规划好、建设好、发展好。一是加强机制建设，我们已经成立外交、经贸、海关等会务机制和实业家委员会，中方还倡议成立产业与投资、农业、交通、应急管理、教育、政党等领域会晤和对话机制，为各国开展全方位互利合作搭建广泛平台。二是拓展经贸关系，中方将出台更多贸易便利化举措，升级双边贸易协定，实现双方边境口岸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全覆盖，举办聚合中亚云品主题活动，打造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推动贸易规模迈上新台阶儿。三是深化互联互通，中方将全面提升跨境运输过货量，支持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提升中基乌、中塔乌公路通行能力，
推进中吉乌铁路项目对接磋商，加快现有口岸现代化改造，增开别迭里口岸，大力推进航空运输市场开放，发展地区物流网络，加快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建设，鼓励优势企业在中亚国家建设海外仓，构建综合数字服务平台。四是扩大能源合作，中方倡议建立中国中亚能源发展伙伴关系，加快推进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地线建设，扩大双方油气贸易规模，发展能源全产业链合作，加强新能源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五是推进绿色创新，中方愿同中亚国家在盐碱地治理开发、节水灌溉等领域开展合作，共同建设汉区农业联合试验室，推动解决咸海生态危机，支持在中亚建立高技术企业、信息技术产业园。中方欢迎中亚国家参与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创业、空间信息科技等“一带一路”专项合作计划。六是提升发展能力，中方将制定中国同中亚国家科技减贫专项合作计划，实施中国中亚技术技能提升计划，在中亚国家设立更多鲁班工坊，鼓励在中亚的中资企业为当地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为助力中国同中亚国家合作和中亚国家自身发展，中方将向中亚国家提供总额260亿元人民币的融资支持和无偿援助。七是加强文明对话，中方邀请中亚国家参与文化丝路计划，将在中亚设立更多传统医学中心，加快互设文化中心，继续向中亚国家提供政府奖学金名额，支持中亚国家高校加入丝绸之路大学联盟，办好中国同中亚国家人民文化艺术年和中国中亚媒体高端对话交流活动，推动开展中国中亚文化和旅游之都评选活动，开行面向中亚的人文旅游专列，八是维护地区和平，中方愿帮助中亚国家加强执法安全和防务能力建设，
支持各国自主维护地区安全和反恐努力，开展网络安全合作，继续发挥阿富汗邻国协调机制作用，共同推动阿富汗和平重建。各位同事，去年十月，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功召开，明确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绘就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我们愿同中亚国家加强现代化理念和实践交流，推进发展战略对接，为合作创造更多机遇，协力推动六国现代化进程。尊敬的各位同事，中国陕西有句农言，只要功夫深，土里出黄金。中亚谚语也说，付出就有回报，播种就能收获。让我们携手并肩，团结奋斗，积极推进，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同繁荣，共同迎接六国更加美好的明天。